现在看起来哈，当然我们需要说，我们现在这个录影时间的时候，我拿到的是3月2号英国情报单位哈所发布的这个俄乌战报。那这个时候情况其实好，它其实还蛮明显的，也告诉大家，现在俄罗斯的军队在乌克兰境内所控制的这个区域，你可以看到粉红色就是现在俄军已经在乌克兰境内控制的这个区域了。然后啊，这些爆的点啊，就是 strike location since start of invasion， 就是说开战以来俄军在打击的这些啊这个打击点，其实你会注意到有很多啊都在那个顿涅伯河上面。对，沿河在做打击。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也跟大家讲到，由于当初啊，在卢甘斯克跟这个顿涅茨克这个地方，俄军其实就已经在有相当多的这个活动，所以相当程度吸引了啊乌克兰的部队啊，在这个区域跟那个俄军啊那个部队进行交战，而且这个地方的交火其实相当的激烈的哈，远比在这些区域哈都要激烈。那但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当啊乌克兰军的主力没有办法脱离俄军的主力，其实，在战场上来讲，你呢在战场上你要制胜的关键就是你要能够快速找到你的敌人，然后找到你的敌人之后，你要非常快速的跟上去，然后而且对他施以要致命性的这个打击。那现在俄军来说，你看，第一，他现在开始在哈顿涅伯河上几个渡口发动攻击，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应该就会沿这个河打上去。然后呢，另外他这边的这个部队呢，他就往这边走。那也就是说，未来他们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如果这两边合围的话，那在这个大包围圈里面的乌克兰军主力就跑不掉了。那也就是说，即便最后这个如果这个场军事冲突打得不上不下，双方就以现况哈、啊、那个现况啊停火的话，那俄军还是大致上来讲，他要达成他至少第一项战略目标就是中立哈、啊，或者说那个乌克兰非军事化。但现在看起来乌军的主力集中在这个地方，那如果俄军哈、啊、真的有办法哈、啊、能够哈、啊、那个把他几个后撤的这个渡口、啊、破坏掉，让乌军没有办法后撤到西乌克兰，而暴露在俄军的打击范围之内，即便后来俄军照现况停战的话，那对俄军来说都有可能达到他的第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就是乌克兰非军事化，因为他把乌克兰的主要那个战力都消灭掉了。因为你看海军没有了，空军基本上其实也被俄军大概消灭差不多了。那如果地面部队再遭受重创，其实这个事件结束以后，我对乌克兰比较担心的事情是，当他的军力啊，你被俄罗斯重创，他在战后还有没有办法维持乌克兰的独立？好，那我觉得这是大的问题。因为他现在主力的部队被牵制在乌东嘛，那现在已经被三角包围。对，如果能够把它完全歼灭的话，这个去军事化的目的就达到了。对，就达到了。其实对那个俄罗斯来说就达到了。那当然，你说俄罗斯的这套理论到底合不合理，有没有它的这个立论基础啊？当然，你从这个权力平衡的这个理论，其实你看国际关系很重要一个点叫做权力平衡啊。你从权力平衡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不能说俄罗斯没有它的自己本身的这个论述点。那当然这是战争的这个原因。但是不管怎么讲，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他即便没有办法达到他所有的目的，他如果将乌克兰的军队啊彻底的就是有生的这个战力，当然所谓的非军事化不是说代表说乌克兰不能有军队，或者乌克兰连个枪都不能有，但是他把他这种大规模能作战的这个兵器，比如说战甲车啊，或者是战机啊等等，都消灭到哈一个非常低的这样一个数量跟水准的话，完全没有办法危害到俄罗斯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情况下，那对于俄罗斯来说，他的第一项战略目标达到了。对，所以如果是以这个战争的胜负来看的话，以目前的局势发展这个应该算是俄罗斯胜了，是这个概念吗？即便是残胜，应该说我觉得他是占的优势，他是目前来说在军事上来讲占优势。但是其实你说后面会不会对俄罗斯国内政局又带来影响，其实现在对普丁来说，其实他当初所以决定进兵就有点骑虎难下，因为搞了半天你西方跟乌克兰都不愿意在这个等于说我们刚刚讲最早他是极限施压，其实那时候我也觉得极限施压应该是 就这样吧，但是极限施压底下万一人家不买你的账，你说怎么办？你的面子挂不住，只能打了。对，只能打了。其实乌克兰那个俄罗那个普丁这次，我觉得是被逼上梁山，铤而走险。那当然，你说在这个情况下，他铤而走险之后，他如果没有办法达到他的这个政治诉求，他在国内同样，这次俄军也是这个伤亡那个损失惨重啊，对不对？那后面他在俄罗斯境内有没有办法能够遏制哈别人对他这个反对势力的这样一个那个兴起啊？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了。因为其实当然你说这次他修理之所以修理乌克兰，有很大一个原因也是，
因为之前你看到包含在这个其他的像特别是那个哈萨克啊等等，有一系列的这种很微妙的这些啊这种运动，都是普丁出面对不对？派了部队，当然啊是应，比如说以哈萨克来讲，他也是应哈萨克总统之邀，然后哪边白俄罗斯也是应白俄罗斯总统之邀，对不对？去处理掉这些事情。但是对他来说，如果他今天不把乌克兰处理掉的话，会产生连锁效应跟连锁反应。所以这件事情来说啊，普丁有不得不强硬到底的这个的原因，但是他真的强硬到底了，后面他又有没有办法后续维持俄罗斯的稳定，又是一个问题。但是其实俄罗斯是不稳定，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危害远大于乌克兰被俄罗斯吃掉哦，这个是大家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